接下来很多人期待大家来助攻，队友们都来助攻啊，刚刚获得五星市长五星的这个神队友卢秀燕来助攻哦，他说他最近在看这个 NBA， 大家最近都在看对不对啊？这个东区冠军本来这个热火有没有？本来排第八，老八哎，最后怎样逆转胜哎，东区冠军哎，天啊，从第八名砰砰砰砰到第一名，所以啊，现在输不代表输啊，他给了这三个字告诉大家会赢的。会赢的，好像吃了定心丸。我先请委员你来看，你焦虑吗？有卢秀燕市长的加持，我想这个侯市长应该会康复的比较快。康复因为他现在在各方面的选情啊，都已经住进病房，有待医疗啊，所以啊，需要各方面跟他加油打气。他到立法院党团去拜会，基本上也在寻求加油打气。整个卢市长的侯市长的竞选的方向，从一开始很明显就偏差了啊。对啊，那我在一些其他这个结尾分析过，因为他们问我嘛，我说5月1号我就跟他示警了，说问题我其实还没提名哦。我说也很明显了，就是说他在网路上的这声量哦很低啊。那他可能不以为意，我说网络上的声量很低就会带动民调下滑，民调下滑就会带动投票率下降，就支持他的投票率就会下降，因为觉得不会赢我就不投了嘛，这个是联动关系的。那他们可能没有这种作战经验，因为以前选新北市不需要这么复杂，那现在就我的判断走势就是这个样子。但委员，你看他今天这个鞠躬有没有啊？这个鞠躬，大家给他热烈的掌声啊！这个鞠躬有没有出你的意料之外？你觉得他这个姿态如何？握陈玉珍的手有帮助吗？其实侯友宜本人就是一个姿态非常柔软的人，而且他不会拿架子的人，是一个很亲切的人。可是你要知道哈，选市长跟选大位不太一样，就是你在新北市，你每天在那跑跑跑。大概有一半的选民都接触得到你，对，另外一半的选民接触不到你，也可以间接传播。可是当你要选这个整个台湾岛的时候，你会面对一个很压力很大的情形，就你在什么接触都不到1/10，1/9的人根本跟你毫无接触，所以他对你一陌生的话，就把你当白开水。我经常形容说，为什么叫白开水？就真的你很渴才会想喝。那如果平常你想喝点东西，就会想到咖啡啦、茶啦、其他的饮料啊，不会优先想到白开水，这是他吃亏的地方。那现在运气又不太好，刚好3组候选人，如果只有2组的话，男女归队，他好选一点。那现在3组候选人就变成一个情形，这个柯文哲像咖啡哦。这个经常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什么，这个古巴咖啡啦、伊索比亚咖啡啦，拿来泡对吧？哈，像昨天前几天在金门哦，还有郭台铭跑去跟他一起拉着去看海风，听海潮的声音啊，就创造一种声量出来了。所以他的咖啡会起起伏伏，因为味道有时候香，有时候淡。那赖清德呢，就像一个茶，一壶茶，就是味道老是一样。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来，所以赖清德的民调始终在3成5到4成左右在那边徘徊，也不掉下来，也不上去。那这个现在是柯文哲的，好像最近啊，咖啡比较浓一点，香味一直飘，所以他的民调一直上去。对，因为柯文哲本来就是这样，他讲的每一句话，说实话，记者也很喜欢，他讲话都可以直接拿来当标题。对啊，你知道编辑都不用花脑筋，直接贴来当标题。而且网络上都用他的话在谈论嘛。确实没错，所以他这个包括赖清德等等，大家声量都很高。然后你看跟大学生座谈，大家都去了，侯友宜没去，金门他也没去啊。那但是你看他的鞠躬拍谁，他知道拍谁哦。好，拍写表示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了。他这拍写是对的哈，为什么哈？因为任何一个政党提名一个候选人，对，如果提名的时候你的民调30%，结果提名完了以后你民调掉下来，
是你对不起这个政党，这个不太寻常吧？不是，就是你对不起这个政党，你有义务要维持在提名的时候以上，不可以在提名以下。所以他现在民调掉到提名的时候以下，他向这个党团表达排挤是初步的，还要向国民党中央表达排挤。这个可以有助于党内团结吗？当然有助于，有帮助，有吗？哈，手身段柔软嘛。对，所以这个方，所以您同意这个卢市长讲的吗？会赢的，排行第八，你看看热火。卢市长是基于同侪的关系，给他很大的鼓励，也给他很大的期许，说没关系，现在排第三，我们相信这个侯市长有机会拼第一，这是一个期许的。那我是个算是政治医生啦，我一把脉，哎呀，不行，要送加护病房。你要不要开几个药方？如果要开三个药方，你会开哪三个药方？不能够随便开药方，要仔细诊断以后才可以开药方啊！要全身先怎样扫描一下才知道，是吧？好，这是今天的最新消息，先提供给大家。好，先来看最新的消息，是不是很多线上的朋友超级焦虑嘛？你看人家赖清德平平平平，你看人家这个柯文哲、郭台铭平平平平到金门去看海，对不对？蓝军超焦虑，侯友宜拜托，好不好？动作快一点哦。那他好像也知道，今天到立法院拜会蓝委，在立法院了，我刚才讲错，在立法院拜会的时候呢。深深的一鞠躬啊，这个姿态挺软的啊，深深一鞠躬。他为什么要鞠躬啊？他哪里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啊？那他握了一双手，对不对？陈玉珍大家知道吗？哈，挺郭台铭的。他说：“拍谁我会更打拼。”蓝军的焦虑他有接到啊，但是这一鞠躬，这一双手握到啊，然后嘞，接下来嘞啊。好，接下来我跟你讲哈，这一刻蛮硬的哈，大家要注意，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么第一题呢，我们先来看看习近平哈抛出这个八个字，信息量很大啊。怎么说呢啊？大陆体制跟一般的西方国家跟台湾也不太一样，台湾常常是政治人物、领导人物，有没有开心了就讲几句，讲错没关系，道个歉或是不道歉，有时候呢失言哈，有时候。可能没有过脑子，或是过脑子过了太多，常常会这样。大陆从来不是哈，大陆领导人不随便讲话啊，但是呢，每个字都是有意涵的。所以你会发现啊，研究中国大陆的专家，不管是欧美啊，不管是台湾哪里，你一定要从他的官方文件啊，政治人物的讲话当中，尤其是习近平，有没有每个字去推敲？跟过去比对，同时间比对，文件比对，这就是为什么他每次的讲话都很重要啊。那我在讲习近平为什么这番谈话很重要之前，我们先来看这张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课题，有没有？好，包括我们看到美日菲的军演第一次啊，包括大陆自己也邀请了这个柬埔寨、辽国、马来西亚等等，也是军演啊，还有这个登陆舰啊。这个日本发现登陆舰出现了，不得了，对不对啊？另外还有科索沃的冲突等等，都跟中国大陆有关。地球很大，地球也很小，尤其是在大陆崛起之后啊，很多地球的事物方方面面都跟它有关，再加上美国发动的制裁战，所以身为大陆最高领导人，责任重大。他会怎么样来应对呢？大家看到大陆硬得很硬，真的是软得很软，是不是啊？